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笔试面试专题讲座。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排列组合相关的内容以及相应的高频面试题。假设有 n 对左右括号，也就是 n 个左括号和 n 个右括号，请求出合法的排列有多少种。那么合法呢，是指每一个括号都能找到与之配对的括号。比如 n 等于一时，那左括号右括号是合法的，但是先右括号再左括号就不合法。那么总共的排列数呢为 C2NN， 但这其中呢有非法的排列。之所以会产生不合法的排列呢，一定是出现了右括号比左括号多一个的前缀，比如左括号右括号右括号这个前缀，或者是右括号这个前缀等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把左括号记为一，把右括号记为负一，那么括号排列呢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数组。比如 n 等于30，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一个不合法的排列，那么记为一负一负一，一一负一，其中前缀一负一负一代表第一次出现右括号比左括号多一个的情况。我们把这个部分呢一变成负一，负一变成一，那么整个这个数组就变成负一一一，一一负一。我们注意到，当 n 等于30，不合法排列在根据如上的变换之后，得到了一个 n 加一个一和 n 减一个负一组成的排列。接下来可以证明，对有 n 对括号时，每一个不合法的排列都可以变换成唯一一个 n 加一个左括号与 n 减一个右括号组成的排列，并且也可以证明每一个 n 加一个左括号与 n 减一个右括号组成的排列也都可以还原出唯一的不合法排列，也就是说两者是一一对应的。这里的证明过程呢，我们就不再详述了。那么既然所有不合法的排列数，那么就等于 2n 个括号中选出 n 加一个作为左括号，剩下的作为右括号所组成的排列数，那么就是 C2n n 加一，那么合法的排列数就为 C2nn 减去 C2n n 加一。那个这个式子化简为 n 加一分之一乘以 C2nn。那么这个公式呢，其实就是著名的卡特兰数公式了。对于这个等式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它的用途很广，后面几个例题都是卡特兰数相关的内容。n 个数进出站的顺序有多少种？假设站的容量无限大。然后再补充一个问题，2n 个人排队买票， n 个人拿5块钱， n 个人拿10块钱，票价是5块钱一张，每个人买一张票，售货员手里没有零钱，请问有多少种排队的方法可以让售票员顺利的卖票？我们首先解答第一个问题，因为要出站的话必须要求站中有元素，所以本题其实和案例7是一个问题。我们把进站当作左括号，出站当作右括号，那么出入站的顺序数其实就是合法的括号序列个数。然后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题，同样也是和案例7一样，在任何时候5块钱都必须够用，所以5块钱相当于左括号，10块钱相当于右括号，所以答案还是卡特兰数。求 n 个无差别的节点构成的二叉树有多少种不同的结构？假设 n 个无差别的节点构成不同的结构数为 fn， 那么规定 f0 等于1，表示没有节点的时候呢，只能组成一种空结构。现在我们把 n 个节点排成一排，如果把第一个节点当作头，那么2到 n 的节点就是它的右子树，那么这个节点的左子树的结构只有空结构，结构数为1，右子树的结构数呢就是 fn-1， 所以把第一个节点当作头的情况下，结构数为1乘以 fn-1， 如果把第二个节点当作头，3到 n 个节点作为它的右子树，那么这个节点的左子树只含有一个节点，那结构数当然为1，那么右子树的结构数呢就是 fn-2， 所以把第二个节点当作头的情况下，结构数为1乘以 fn-2。 接下来以每个节点为头的情况下，我们都枚举并最终累加起来，结果呢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式子。这个是卡特兰数的第二个特征，如果初始项为 f0 等于 1，f1 等于 1，f2 等于 2，f3 等于 5， 并且有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公式，那么它就可以化简成卡特兰数的公式 n 加1分之1乘以 c2nn。
十二个高矮不同的人排成两排，每排必须是从矮到高排列，并且第二排比对应的第一排的人高。请问排列方式有多少种？那么这道题呢，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卡特兰数问题。我们把十二个人按照从矮到高的顺序编号，用零和一表示第一排的人或者是第二排的人，那么这个串中就对应着包含六个零和六个一。例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二进制，它表示前四个人在第一排，五六个人在第二排，第七个人在第一排，第八个人在第二排，第九个人在第一排，第十、十一、十二个人在第二排。如果有一个前缀一比零的个数多，说明第二排的人多了，那么往后安排的话，必然会出现某个位置上第一排比第二排的人要高，所以问题就变成了任意前缀中零的个数都必须不少于一的个数。所以这道题又和案例七一样，还是一个卡特兰数问题。有 N 个信封，里面有 N 封信，现在把信全部拿出来再重新装回去，但是要求每封信不能装回原来的信封里，请问有多少种装法？这道题呢，我们可以利用递归的思维来进行求解。 N 封信的问题我们用 Fn 来表示其答案，那么我们只用考虑 N 大于2的情况。如果已经把第 N 封信放入了第 I 个信封，此时有两种情况，第 I 封信也放入了第 N 个信封，那么其余的 N-2 封信就对应了 N-2 个属于他们各自信封的位置，所以后续是一个 N-2 封信的问题。如果第 I 封信没放入第 N 个信封中，那么后续又是一个 N-1 封信对应 N-1 个属于他们各自信封的问题，所以后续是一个 N-1 封信的问题。对于 I 的选择显然有 N-1 种，所以Fn 等于 n-1 乘以 fn-1 加上 fn-2。